的鸡蛋。这个可能是梯度，我们有两个到底。要两个。是。然后温度就是让它自己往下降，要两小时。有啊，才因为你常温，现在常温水了，掉到底下要这个时间。我们用个没有水管的，然后再。材料质量一样，我90块那么便宜，不过那是多量多，对，三百箱，你要是一两箱，它也是一两箱就是130，搬到底，等一下在这边弄出来了。我很少帮客户买这个，都是调货而已的，在人家那里调货而已。我们还没回应下，我们烂死嘛，烂死就流出来的入边啦。那个我妈妈煲啊，不行啊，请你放心。还没放，他怕放手压一压，那他弹簧就那个了。你那边那个客，诺恩那边那个。他觉得他那里要不有一点提包，他问我，冰棒机干嘛要买冰棒机呢？用家用的冰箱不可以做吗？可以啊，你把我说可以啊，也不能放进去这么大啊。我说你冰箱那个 DIY 的怎么跟那个工业的那个比呢？他说干嘛？他又不懂机器。客户问他干嘛要买你的冰棒机？然后呢？放到哪儿？这种放个头见。做好放我。好的。我直接发给你就好了。那啥，我想春姐要照片，春姐不是一下就拍了？她应该。
二十斤可以下来，这样再放在15度以下都可以。好了，看看，好，咱的冷气。15分钟。冰箱，咱的冰棍儿，冰箱的网。你这干嘛？这是废气或者什么？那又怎样？这是拖的。看一下哪个吗？够。